冠苏巴鲁家族 WRX 车系与拉力赛有着深厚渊源，自 Impreza 独立制成一格后，继承水平对卧四轮驱动运动房车设定。而随着策略改变，过往的战斗氛围加入了不少实用需求，不免让人怀疑这样一辆新世代 WRX 还能保有操驾乐趣吗？以上高速公路开启当家 iSight 4.0 进化版，增加 AES、LDP、LCF 等功能 ，PCB 预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整体操控相当细腻，令人感到安心。仪表搭载的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双环式的仪表，那中间有一个资讯的显示幕，所以其实搭起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该有的资讯都还是有。而且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这种热血这种传统超驾感受的人，视觉感受，那双环式的对你来说应该是会更喜欢的。那中间这边呢，可以看到它就是苏巴鲁家族中非常经典的这个直立式的中控屏幕，基本上都还蛮好，但是就是比较可惜的点是它的处理器的速度比较没有那么流畅一点点，但都还 OK 啦，只是说我们现在新世代人嘛，要求比较高一点点啊。那再来呢，看到两个充电孔，然后排档杆的部分，这个是电子的手刹车，还有一个小空间，把手机丢进去看看，深度行 ，OK， 侧缝不太行，也是很传统的 CD 唱片，什么 CD 唱片？哇塞，真的耶！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啦，就基本上可以放这种小东西，钥匙啊。好，两个杯架这边被我丢了色。对，特别要讲的是这个音响，基本上我这个人去长城的时候就一定会听音乐。那如果说有一个好的音响，真的会很舒服。像上一次我开 wagon 的时候，就也是 WRX wagon 嘛，所以说基本上配备都差不多。哇，有那个音响真的加分 perfect。那座椅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 WRX。赞啦，红色的赞。那坐起来其实包覆性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它这边是驾驶座是电动调整的，所以你还可以有那个腰靠啊那些去调整。像刚开始前一个人好像可能腰很酸，他就调比较多一点，那我是调的比较少一点点，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而且我是有驾驶座的记忆功能，那副驾呢就比较可惜一点点，它是手动调的。那现在进到后座了，其实坐进来呢，发现空间还 OK 啦。那膝部的部分，刚刚测量是有三个拳头，那这样还蛮充裕的。头部的部分呢，比较少一点点，大概一个拳头。所以如果说你是身高比较高的人，想要买这一台车，然后如果你会坐后座的话，可以自己过来坐一下测量一下。但是女生来说是 OK 的。那其实它后座也跟前座一样，延续的设计的理念，包含说像这种类碳纤维的压纹饰板，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红色。车缝线都是有的。现在上路，切到 Sport Plus 模式哦，所以它的动力输出相当的直接。Oh my god！ 最一开始呢，我们是用最 Eco 的模式，比一般在下面一个图示哦。那说真的 ，Eco 模式就是比较和缓一点，但拿来载人还蛮刚好的啦。只是说，如果你想要的是像现在这一种，哇，你想要尝到260完整的味道，就是要切到 Sport Plus。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开过 Wagon 嘛，我一开始先开 Wagon。现在是开 sedan， 这个切进去你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你的屁股车尾后面呢少了一个重量，所以是更加的利落。Oh my god， 尾巴少了一截东西，感觉真好。但是我很贪心啦，我有时候也会想要那个的屁股，因为可以车补。有时候又很想要 sedan 的这种操控性啊。
而且呢，因为它是有电子悬吊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调模式的时候，它电子悬吊也会跟着一起，它也会跟着一起去做一个调整，那就很棒了。说真的，你看它这个就变硬了，知道吗？在弯中，哦，非常扎实，带给你这种支撑性。那今天除了在山道上面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是有稍微拿它去小小越野一下，毕竟外面套件装了这么多，对不对？而且又是 Subaru 的车款，很力耶 ！Oh my god， 很力，而且又撑得住，太漂亮了。那它的制动系统呢，基本上来说也给的相当的足够，像我们等一下前面来一个，现在有点速度，哎，刹也还可以，虽然是稍稍偏向线性，但是呢是会让你安心的那一种线性哦，不会说让你觉得你踩下去没有什么回馈，或者说你要等待它一点时间，基本上是很好掌握的。所以你说刚那是什么味道？是我开完之后有的那个奇怪味道，刹车皮，刹车皮的味道。